我们总经理刚刚都讲完了，你们不觉得钟姐付出很大吗？好、哦，谢谢。大家觉得那个拍鼓掌的行为好像有点惹意啊，谢谢，就是觉得他不妥这样子。啊，那董事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？总经理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也老请各位媒体朋友、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，为我们钟姐团队鼓鼓掌、拍拍手，我们为自己加油。钟姐绝对提供一个安心而又有效率的环境。我们总经理刚刚都讲完了，你们不觉得钟姐付出很大吗？好、哦，谢谢。大家觉得那个拍鼓掌的行为好像有点惹意啊，谢谢，就是觉得他不妥这样子。啊，那董事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？总经理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不是，是针对说你希望大家鼓掌这个部分呢、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大家好像有点不平。哎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总经理刚讲完了，我们认同总经理他讲的所有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知道你想帮大家那个钟姐打气，但是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让大家质疑？谢谢你啊，可以的，好，谢谢。